我们一定要拿到这些皇家拳带回我们这选区。他在服务了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大街小巷都知道他这个名字。然后你先马来人讲，谁是 Doctor 那个什么人候选人什么人，他都不知道。他讲，他只要拿到实力，我给他转发了。所以讲，我希望拿到实力，我给他转能够到回我们这个地方。我们的新村发展，一切的大家都知道，学校的硬体设备、软体设备都非常的好。在我们新村里面呢，在我们一个新村里面，它发展的非常漂亮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有目共睹的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吗？你看我们在每个单元马林区的，你看大街小巷，我们的发展都非常的漂亮。所以我们要珍惜，我们要让他到回来我们这个选区。我希望他能够一定要到回来我们这选区。啊。那么现在马华派出的候选人是马汉生医生，这样你们会支持他吗？不会。啊。我不会支持他。你看到没有？是王家前的居民的立场吗？就是如果派出马汉生的话，你会加投给反对党，还是再支持国政吗？对，我们不要支持国政喽，我们退出来喽。所以今天说居民代的一个立场。对呀、我们就退出来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如果候选人不换成拿到黄家权的话，你们就会把票在大选的时候投给敌对党、反对党。对呀、那么你们担心会受到党的对付吗？党的对付不要喽。不要了，退党哦，是啦，靠他吃饭啊，真的吗？他个这样好的领袖吗？这样好的代理着我们华人的，我们不要吗？不珍惜吗？还是人吗？啊，谁带他出来的那个人？对方那个人谁带他出来的？一定要打入实力，黄家强带回我们这个选区。如果他没有带回来，我们真的是投反对票，我们是真的。要不要投反对票？要！要不要投反对票？要！要不要投反对票？要！我们就不要他了，我们一定要黄家强。带回我们的选区，对，我们要他带回我们选区，带着实力黄家强带回我们选区。我们不是投反对票，我们只是投抗议票，我们抗议，我们的总会长这样做，你看他做什么？好的他不要，还要什么人？马华都到此为止了。黄家强，真的吗？我在马华都几十年了，三十多年了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也都不要，也同事跟我说，在马华的党水喉，我要问你看过有时候总秘书长没有在出来打的吗？没有出来竞选的吗？有的吗？你看，没有啊。说你看一下，翻开我们的历史，我们这么爱党的人，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啊，你看到只有什么？那个总秘书全部都是愁眉苦脸的，讲给你听。不是我们华住啊，你看阿斯利啊，马来人 MIC 都来了啊，你带他想一下看了、这个票虽然是几百个人来到这里现场啊，但家里人多个，刚才我访问一下我朋友啊，他家里八个啊，他有十一个啊，十一张票，反正去看他怎么样，这里有700多个人啊，如果想一下看，700多个人反过来他家里人全部带着去选什么票啊，选什么票，他们投什么票啊？到时候看他怎么样啊？谁的决定啊？真厉害！